下次在碰到这种题的时候一定要看得仔细一点。好，星星，你有想好以后要上什么样大学吗？上什么样大学，这个我还真没想过。要是有睡觉专业，我指定报那个大学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次在医院睡着的时候我还给你录下了，你找找，你看你还打呼了。 你还给我拍视频啊。不过我建议你去医院查一下，打呼很可能是烟引起，严重的时候还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。哎，许静静，我们拍张合照吧。好，我们一起合影。要对我们班的许静静同学说，许静静，我想问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北京上大学？我觉得你很特别。那有哪位新燃料具有什么样的呢？话筒。你没事吧？哎，话筒是怎么回事啊？大鹏他爸跟刚站的妈妈求婚成功了，他们要结婚了。不，他们办婚礼跟你有劲。不，看他们你那么凶干嘛呀？我哪凶了？我凶干嘛？我何必凶呢？不是我当话筒，又不是我一个人当话筒。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回家路上闲得无聊呗。高站梅在你身边吗？我刚要跟你说他了，跟你说他今天简直太给力了。许晴晴，晚吃什么你定就行了，我跟你吃什么我都开心。哦，喂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是徐静静。啊，他问我晚上吃什么。你说，高湛怎么哪厉害了？啊，没事儿没事儿，我要跟你说的就是，我觉得他今天穿道服简直太帅了。好了，拜拜。